到了。我是用是要搬石头来找的，不是这样看的。要石头移开几遍才会有啊，不然你这样看会看不到。啊你要由下游往上，你上往下就水就混浊掉了。你要逆着水上这样上去才有用。炸虾喽！好，你那边可以点了。还不够旺，所以没有泼上来，不然的话啪会上。这是虾，嗯，好吃啊，最新鲜的，很老外，这大蒜是，好吃。现在嚼那么长，应该没办法吃的。你可以吃它的蟹脚，里面有蟹膏。屁！
总共有四只脚，还有两片的桌板，一个是天板，其实这个还蛮容易的，不会太困难。它这个是日月铁工厂的结构，其实 MIT 的手工做的还蛮精致的，蛮精细的。对，来，大概就这样子。不过应该有很多人使用过了，因为出来也有一段时间了。蛮有质感的一个小桌，可以做边桌或者是放东西的小桌，还蛮方便。来，这样子大概主体下半段应该 OK 了。来，好，然后再来我们接第二段。总共有八颗这个螺丝。然后底下再转下去，其实这个转的，它这个转的速度还蛮快速的，不会耗时太久。左边一样，照这个顺序再把它锁上去。它还有附一个那个一个扳手，如果你要来紧一点的话，可以再用扳手固定。我现在是暂时是没有用扳手，先把用手动的方式把它转紧。好，再来看上半段。这个大概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哈，这个上面小的天板。一样，放上薄膜，再上去，这边再一样，重复一样的动作，哎，这样基本上就完成了。然后它这里还有一个，这个怎么说？哎，我这边来说什么？哎，这个一个咖啡架，可以放过滤杯的一个咖啡架，这个。里边的咖啡架，但是你也可以当做一个小平台，它一个圆形的板子，基本上是这样放上去就好，蛮可爱的。那如果怕不够紧的话，它有副把手，那个你可以再把它上紧一点，其实应该还好，这个也不会放太重的，咖啡里架一样会。还有这一根是做这个，还有一个灯，那灯呢可以放在上面这里，它左右两边是通用，都各有一个孔洞。好，基本上组装这样就完成，也不会太复杂，蛮快的。OK。